对小姐竞选现在开始。一号林芬妮，芳龄二十一岁，是一位大学生。我是林芬妮，来自史家堡。我祝大家招财，恭喜发财。二号余静兰，芳龄十八岁，亦是一位大学生。我是余静兰，我来自海家田，我祝大家大钱恭喜。三号韩中妮。芳龄廿二岁，是一位大学生。咁多位你好，我是韩中妮，来自多伦多。我祝你哋咁多多福多寿，多谢。四号张思薇，芳龄二十二岁，是一位模特儿。我是张思薇，我来自马来西亚柔佛州。我恭祝大家马到功成，多谢。五号梁慧仪，芳龄廿二岁。是一位大学毕业生。我是梁慧仪，我来自仙崖岛，我祝大家东城水饺，多谢。六号萧子玲，芳龄二十二岁，是一位大学生。我是萧子玲，我来自维多利亚，我祝大家大吉大利，多谢各位。陈佩芬，芳龄廿四岁，系一位模特儿。大家好，我系陈佩芬，嚟自台北，恭祝大家颓金颓银。八号马彩燕，芳龄二十一岁，系一位服装店助理员。我系马彩燕，我来自近德文屯，我祝大家福德满门，多谢。九号郑慧仪，芳龄二十岁。是一位大学生。我是谢慧仪，来自芝加哥，我祝大家加官进爵，多谢。十号江晶娴，芳龄二十二岁，是一位美术学校毕业生。我是江晶娴，我来自奥克兰，我祝大家新春大吉，多谢。十一号凌元平，芳龄十九岁，亦都是一位大学生。我是来自新加坡的凌元庭，我祝大家新年快乐。十二号胡泰利，芳龄二十二岁，是一位大学生。我是胡泰利，我来自三藩市，恭祝大家三星拱照。
十三号文宝雪，方龄十九岁，系一位公关主任。大家好，我系来自澳门嘅文宝雪，我祝大家满门吉庆，多谢。十四号张燕妮，方龄二十一岁，系一位设计学校毕业生。我系张燕妮，来自勒蒙特利尔市嘅，喺呢度我祝大家今年利利事事，多谢。十五号张慧君，方龄廿二岁，系一位平面设计师。大家好，我系张慧君，我来自墨尔本，我今晚祝大家一半万里，多谢。十六号何小平，方龄二十二岁，亦系一位大学毕业生。我系十六号嘅何小平，我系嚟自卡城，我恭祝大家欢乐满城，多谢。十七号范爱莲。方龄廿一岁，系一位大学生。我系范爱莲，来自洛杉矶，我祝大家基业旺开。十八号李云凤，方龄二十一岁，系一位商科学生。我系李云凤，来自伦敦，祝大家货如轮船，多谢。十九号梁冰，方龄二十岁，是一位大学生。大家好，我是梁冰，来自澳洲悉尼，我祝大家好事似嚟，多谢。二十号朱南西，方龄二十四岁，是一位市场研究员。我是朱南西，我来自黑市町，我祝大家精彩联网。廿一号袁咏仪，方龄十九岁，是一位电视艺员。咁多位晚安，我是袁咏仪，我代表香港，我祝咁多位财源广进。二十二号林云英，方龄二十三岁，是一位图书馆的管理员。我是林云英，我代表温哥华，我祝大家富贵荣华。廿三号苏洁缇，方龄二十岁。是一位大学生。我是苏洁缇，我来自泰国曼谷，我祝大家心想事成。今晚大会司仪，陈友、陈恩健。各位朋友你好，你好，各位朋友你好。各位现场嘉宾、各位电视机旁边的朋友，好欢迎你哋收睇由电视广播有限公司举办嘅1991年度国际华裔小姐嘅大赛。咁話明係華埠小姐啊，咁即係龍的傳人啦。咁所以今晚大會嘅設計咧，係特別以富有中國傳統氣息去介紹廿三位佳麗同大家演出嘅。咁啊，頭先你睇到佢哋二十三位佳麗講嘢嘅時候，都有啲陰歪歪啲。其實我覺得即係華裔小姐之可觀處就係佢哋每一個人咧都喺外地長大或者喺嗰度出世嘅。咁變咗咧，根本上已經係好即係鬼都好交關嘅。咁但係嗰啲爸爸媽媽咧，就即係夾硬咧，就即係將啲中國文化叫教佢哋講中文啊，咁嚟到灌輸俾佢哋喎。咁同佢傾偈嘅時候咧，好多時咧係有啲陰歪歪地啊，咁又唔係好知道我哋中國嗰啲習俗啊。所以傾起偈上嚟咧，好多時候有啲好令你驚喜咁嘅情況。即鬼得好可愛，好可愛嘅，仲係好猛添嘅噃。點解咧？就係話佢哋經過選拔咧先嚟到香港嘅。咁就係唔係猛龍就唔過江，所以冚唪唥都係猛鳳嚟嘅。係啦，咁啊，我哋現場環境既然係咁富有呢個過年嘅氣息，不如我哋提早同
觀眾拜年，佢冇橫掂都年廿六噶啦已經。就要我哋兩個人個名咧，係咁啊，帶啲好意頭嘅説話俾你哋啦，即係懶有設計咁樣啦嚇。好，咁我先講啦。咁今年環保咧就好流行啦。咁我陳友就希望呢個世界係一塵不染。陳友咧咁。啊，咁啊友就係恭喜大家年年陳友如。有餘咁都算係都得啦，好勉強喎。咁我陳恩健咧就祝福大家咧，各行各業咧都欣欣向榮，同埋大家身體健康。好，恩健，恩健 ，thank you。啊，同大家介紹一下今晚嘅環節啦。頭先睇咗佢哋著咗好靚旗袍出場咧，呢個就叫百鳳朝陽啦。咁稍後咧，佢哋就會穿著一啲咧好有中國味道嘅泳裝咧，出嚟咧就同大家見面，叫做芙蓉獻歲。咁啊，二十三位佳麗仲要扮起一啲古代嘅嗰啲女豪傑啊，同埋一啲古典嘅美人啊，咁同大家見面，一個叫龍瑞群芳普。咁跟住咧，佢會著咗啲小鳳仙裝咧，同我哋傾偈。而最後一個環節咧，就係叫做古典俏佳人，佢哋會著一啲二十年代、四十年代、六十年代嗰啲咁嘅泳衣啊，咁一齊載歌載舞嘅。係啦，咁而呢廿三位佳麗今晚咧，就將會角逐冠亞季軍，咁同埋呢個最具東方魅力獎同埋最俏麗扮相獎五個獎項。咁啊，至於評選方面咧，我哋會首先從二十三位佳麗裏面選咗十二位出嚟嘅，咁啊，然後我哋今晚嘅國際華裔小姐將會喺十二位裏面誕生噶啦。咁啊，有競選咧，就自然有評判啦。咁我哋今晚嘅評判咧，就有四位好偉大嘅評判喺前面嚟啦。咁首先講講第一位就係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嘅董事利夏和夫人 ，Mrs. Christina Lee， 區域市政局主席張仁龍太平紳士。The Han Chang Yan Long CBE OS PJ JP. Ying Si Hong Sing, Siu Fong Fong Siu Jie. Miss Josephine Siu. Chung Yao, Tang Lang Si, Lang Chan Ying Si Sang. Mr. Lang Chan Ying. Good time, go away. Good time. Chen Chung Siu Jie, you see Fan Do Mei Gong. Dim Jan, Fan Do Mei Gong. Fan Do Lai. I'm a yellow,多謝曬各位評判，咁啊精彩節目陸續嚟，等一陣間再見。Philip 啊，係，嗱我啊第一次做呢啲咁嘅選美嘅活動啦，係，咁我就有啲問題，我喺原以言語溝通就好有問題，有啲講廣東話，有啲講國語，有啲講英文，有啲講泰文，有啲講嚇，咁我而家都講唔到嘢，我真係仲唔知點講好，即係因為佢哋都話啦，佢哋嗰啲話係好怪，好似我記得喺 New York 啦，又係見到一個啲我哋叫做土生嘅女孩子啦，咁佢根本上唔識講廣東話嘅。咁佢見到我哋就我哋嘅啫嘛，人哋屋企佢屋企就講啲台山話，咁同我行過 New York 嗰啲生果檔咧，佢話 Philip 啊，你要唔要食橙果啊？咁咩橙果？原來佢話嗰啲金山橙咧就叫做橙果喎。哦，即係咩水果都有個果字喺後邊啊！咁我哋食蕉咁就蕉果咁咯喎。仲蕉果都唔夠得意啫，咁唔通蘋果蘋果果咩係嘛？咁就芒果芒果果咁咯喎。就係、是、我哋條脷唔知啱唔係好掂啊今日。除咗啲咪啲鄉音咧，好多佢哋啲講嘢嘅方式、啲文化咁樣。有一次啊，我去到即係亞洲某一區啦，咁又有少少尷尬。其實嗰次就唔尷尬，應該可以講好浪漫嘅。咁我約咗一個亞洲女子，我哋就去燭光晚餐。咁喺好浪漫嘅晚餐入邊咧，咁我忽然間咧，佢就搭住隻手，有個你唔介意我去一去走市坑嘛？咁樣咁恐怖。是真的咁樣，咁我霎時間都唔知應該點樣反應。我即係去 toilet。係啊，我就唔係好明啊。即係其實咧，就唔怪得佢哋，其實係講嘢就係咁。同埋啲新加坡女仔都係啦，新加坡女仔啲香港女仔，你話你可唔可以同我睇戲咁？佢會好即係好識推理嘅。到時先打電話問下我。但係新加坡女仔咧 ，don't want 啊。咁啊，你話你睇同我睇得最好睇 ，don't want 啊。大佬理解咧 ，don't want 你嗌我都 don't want 你啦。係啦，咁啊，究竟係？奇怪成點啦！立即請我哋出嚟啦 ，OK， 好，芙蓉獻歲，立即送上。
一号加拿大史家堡的林芬妮是一位山东姑娘，广东话咧佢就话唔识啦，所以就用国语同大家拜个早年。我是一号林芬妮，恭祝各位羊年一帆风顺，一本万利，一登龙门，一马当先，还有一世好运，谢谢。都系祝你一世好运啊！我哋都啊。二号大溪地嘅余静兰，佢本身咧系讲法文嘅，咁啊，但系为咗今次嘅盛会咧，特别咧系用法文同埋佢学咗嘅广东话嚟同我哋拜年啊！祝你好运啊！听众们，欢迎你。同祖国为伊人力，样样得意，多谢。真系好得意，唔错唔错。三号多伦多嘅韩中利，每个新年咧，佢都为自己安排咗好多节目。咁佢话：我同大家讲下今年点过啦。咁年初一食大吉，年初二斗利是，年初三赤口去行山，年初四、初五约埋班街嚟睇大戏，初六、初七。人人開心做牛一，到呢度我都要 round up， 祝福大家羊年萬事大吉，多謝。好嘢，好嘢，好嘢。四號由佛州嘅張思薇，佢一向咧都口齒伶俐嘅，所以今次特別用國語同埋英文嚟到表演下個急口令，睇下聽唔聽得明啊啦。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吃葡萄莫吐葡萄皮，莫吃葡萄多吐葡萄皮。多谢。葡萄葡萄葡萄吐。葡萄都唔得得吐佢。五号西雅图嘅梁允儿，佢好醉心中国文化嘅，所以特别用银笛吹奏一首极富中国味道嘅歌曲。嗱咁啊，呢啲女孩子佢哋參賽咧，佢哋係結識好多好朋友嘅。譬如咧，佢同六號來自維多利亞嘅蕭子玲咧，就大家好老友記啦。而大家同樣係擅長於吹呢個銀笛嘅，所以今次佢呢個蕭子玲咧，會同埋梁慧儀兩位合奏一曲，祝大家年年歡樂，歡樂年年。七号台北的陈佩芬，她自小都很喜欢唱歌的，今晚她就为大家唱一首《迎春花》，清唱吧。正月里来迎春花儿开，迎春花开人人爱，迎春花呀嘛大伙儿在，嘿嘿呀吼呀吼嘿，河里培养金光盖，呀吼咿哟嘿。八号埃德蒙顿嘅马彩燕，佢觉得广东话咧系好难学嘅，但系今晚偏偏要向高难度挑战噃。一蚊一斤雞，七蚊一斤龜，雞腸米斤雞，雞尾米斤龜，你話雞貴定龜貴？多謝。哇，好多貴啊！講曬你啊，菲律。九號芝加哥嘅鄭慧儀，佢幼成庭粉，熟讀詩詞，今晚特別為大家朗誦一首《靜夜詩》。係啦，咁而佢同十號來自奧克蘭嘅江正賢咧，亦都係大家好夾得嚟噶。咁啊，江正賢咧好熱愛中國舞蹈，所以今晚佢會用獨特嘅舞姿嚟到演繹呢一首《靜夜詩》嘅，睇佢兩位點合作啦。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多謝。好。十一號新加坡嘅凌元平，佢話香港係一個國際大都會。所以今晚特別用四種語言同大家拜年喎。
Happy New Year. Put your red packets here. The Hong Kong dollars I won't protest. Singapore dollars are the best. 恭喜发财，红包拿来，港币不要，玻璃一袋接一袋。恭喜发财，红包拿来，港币不要，波币一袋接一袋。恭喜发财，利是到来，港纸不要，波纸袋落袋。多谢。这个新加坡来收数的，这个不是来参赛。但外汇券未拿。12号三藩市的胡泰利知道过新年最重要是意头好，所以今晚一口气用十句吉祥的说话跟大家拜年。恭祝各位羊年一本万里，双喜临门，三羊启泰，四季平安，五谷丰登，六畜有来，七星拱照，八面威风，长长久久，十全十美。好，祝你一世好运。13号澳门的文宝雪，他热爱唱粤曲，更加擅长的就是唱平喉添。是啦，13、14号又拍档了，来自蒙特利尔的张燕妮也是一位粤曲爱好者，他将会跟文宝雪合唱一曲兼合猜弦。暮月夜抱泣落红，险些破碎了灯猜梦，换云句频频换，句兴衰记取再重逢，盼并掩山推不禁摇动，总似望富山半期大并容，千般话犹在眉宇中，心惊然好街变空，笑容凄凉。处处善音飘飘送，暗惊夜台路冻啊！唉，着咁小衫嘅系啦。愁共冤待乡音是红，听风吹翠竹，粉灯照影人帘笼。多謝。15号墨尔本的张维君，他觉得中国的舞步最能表现华裔的特色，所以今晚上就为大家表演一个民族舞。16号来自卡城的何小平，他很喜欢唱歌的，所以今晚特别为大家选唱了一首应战的贺年歌。恭喜你，恭喜你，大家新年添新气，赚钱多多少嘻嘻，买屋买田又置地，恭喜贺喜，喜上加喜，庆相喜，更祝每年获厚利。多谢。17号洛杉矶的范爱莲，他的广东话就直情不识，但是今晚就要唱一首《上海滩》。浪奔浪流，问你滔滔江水永不休，淘尽了世间事，世间事，万族滔滔一片潮流。多谢。Thank you。咬住几阵啦。18号伦敦嘅李云凤，佢话今晚系第一次同大家见面，所以用一个特别嘅方法嚟到自我介绍一下。我系伦敦嘅李云凤，我个偶像系 John Long， 我参加紧华裔撞死翻工。所以新年可以四围工，讲到呢度差唔多够钟，希望大家可以轻轻松松同我哋欢度两个钟，多谢。好 ，thank you。19号悉尼嘅梁冰，佢虽然去咗外国好多年啦，但系从来都当自己系皇帝子孙，所以今晚特登要唱花首《龙的传人》。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他的名
字就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我们全都是龙的传人。巨龙脚底下我成长，长成之后是龙的传人。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谢谢。Thank you。二十号希斯丁的朱南西，他觉得香港是个华洋杂处的城市，所以今天特别用中文和英文跟大家 say hello。Hari mai, hello, nei dei ho. Welcome to this evening's show. The year of the goat is almost near, so I'd like to wish you all good health, wealth, luck, and lots of cheer. Wo ai shang gang is what I'd like to say, so please offer me a job so I can stay.Thank you. 21号香港的袁咏仪，她觉得今次能够跟这么多位华裔佳丽共聚可以说是一个偶然，所以唱一首偶然。我是天空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士，你不必压抑，无需狂心，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谢谢你呀。二十二号温哥华的林云英，她跳舞非常出色，堪称是武林高手。今晚她说要跟大家表演 Cha Cha。陈生，我请你出来跟我跳舞啊。好啊。哦，对不住，第二个陈生。你真是鱼，你真跳舞都叫你，你真是离谱啊！打鼓叫我啦，我打你跳啊！因为我哋都 check 下，有冇音乐？有音乐。Thank you。呢啲咪 judge 咧，留翻俾阿胡峰同你跳就差唔多啦。23号曼谷嘅苏杰替，佢虽然就唔识讲广东话，但系佢会用泰文唱出香港人好熟悉嘅一首《失恋》。陈友石 ，Excuse me, excuse me, my friend want to join you. He dance, I drum. Okay, dancing. Boom. Okay. Okay.เล่นกับฟันพบกันทีไรก็เรื่องใหญ่น้ำกับไฟถ้าใกล้กันได้ก็ดีหมากับแมวมาเจอกันสู้กันถูกทีต่างไม่เคยมีวิธีจะพูดจานกกินข้าวโผล่ลงมาเจอกับนกเอี้ยงไอ้อีเอียงเถียงกันตลอดเวลาซื้อกับสิงก็คุ้มกันขอเป็นเจ้าป่าแต่ไม่ยอมจะพูดจาตกลงกันยังเธอกับฉันอันที่จริงเราก็มีหัวใจให้กันแล้วทำไมเธอกับฉันไม่เคยเป็นที่เลยป่ะเราก็เสือฉันก็สิงอันที่จริงไม่มีอะไรรักกันแต่ทำไมเป็นอย่างนี้ก็เจ๋โอ้ยเฮ้ยเฮ้ยเฮ้ยมาครับว้าวไปเลยป่ะ唔掂唔掂啊！你跳舞好咗，原來因為咁跳得跳得好攰喎。曹丞相，好久不見啦！哇，你個！你成日喺度咁样弯住腰嚟到喺度睇嘅春秋，你唔怕坐骨神经痛咩？我有咩问题啊？法仔住喺我隔篱，随时帮我脚底按摩啊！你就有问题啦，扎埋晒啲咁嘅马，用咩行到抹下抹下啊？啊！呢轮好少见到你嗰位大哥阿 Bear 嬲啊吓！咩 Bear 嬲啊？比啊！我话嬲 B 啊 ！All right， 嬲 B 呢排咧。就喺呢個咩碑啊，嗰、那個咩咩赤壁碑啊，啊同埋聯軍準備嚟，嘿嘿，喐你啊！嘿，
钉我都惊你嘅，一来真神站在我这边，第二你睇下我呢个咩嚟？系咩啊？飞毛腿飞弹，嘟嘟，俾个 close up 睇下只咩弹？睇睇，原来冇脚嘅脚啦。好啊，但系唔该，唔好拎出嚟啦。我哋呢边啊，有啲咩外国者都招磅你玩单。做咩你啊？唔得唔得，我脚好痛，唔得唔得唔得。哎呀，呢啲咁嘅古装扮相唔系我哋搞嘅呢啲嘢。我都话你唔好玩啦，你玩女仔玩噶嘛啲嘢。咁其实咧，我同陈友咧就扮呢啲就唔啱嘅。咁但系咧，我哋嘅二十三位佳丽咧就扮咗啲古代嘅英姿，同埋一啲系古典嘅美人噶。大家一齐欣赏下啦。好啊，一齐睇下。